呀，千里之外的你们大家好啊！哎呀，我又来了，在这儿要跟大家见见面。哎，我以前来的时候啊，是赵刚子他大舅，那么我今天来呢，是赵刚子还是他大舅？哎呀，我说，哎，老头子啊，这都到刚子家门口了，你不进屋，你在这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啥呢？你怎么那么不会说话呢？我这哪是得不得得不得得不得呀，我是跟街坊邻居打个招呼，我是怕大家伙儿啊不认识我。哎呀，能不认识吗？就你这模样，咋的，看一眼就会终生不忘啊。哎呦我的天哪，我那么漂亮 你长得像刀郎。你说谁是刀郎啊？那我要是刀郎，你就是蝈蝈。哎，朋友们，见过蝈蝈啥样没？就是这样啊，还是女蝈蝈啊。行了，别在这儿了啊。咋着？你进屋吧。不进。今天我告诉你啊，郑重的声明，我这刀郎不跟你这蝈蝈混了。我再问你一遍，说你进不进？不进，不进就不进。你咋着？好，好。听好了 啊，你说不进啊？不进。今天你要进，咋着？你就是刀郎。对，我要是进，我就是刀郎，我还就那我不进去，我干啥来了呢？哎，屋里有人吗？哎，来了来了，哎呀，来了，哎呀，他大舅妈呀，你过来啦！哎呀，你看，舅妈好，哎呀，老饭头啊，俩眼睛是喘气的，没看见舅妈拎那么多东西，快点，哎，我来，舅妈。他大舅妈，你咋有空来了呢？他大舅没来啊？来了，在门口了，说是不跟我混了，为啥呀？他嫌我不会说话，跟我怄气呢。那这个人还怄气。老范头，你干啥？你俩耳朵是摆事啊？没听他大舅妈说吗？他大舅来了，搁门口呢，你去把他接进来去。别生气，舅妈。二米呀、啊，哎，你家小孩是不是越长越漂亮了？舅妈，你咋说那么对呢？越长越像俺家钱顺风，可好看着呢。请坐，请坐。哎，哎呀，你看他，你在这儿蹲着呢，来了不进屋呢。我跟你说呀，老范大哥、我不好意思进去了。为啥呀？我要是一进去，那我就成刀郎了。不是，你这人咋这么多事儿呢？什么刀郎蝈蝈的，你就是个扁担钩。行了，到门口得赶紧进屋吧。我还不如刀郎呢、啊。给我点面。你真是不是、我真不好。来喽！嗨，大家好。我现在不跟蝈蝈说话。我说他大舅啊，哎，你看你们两口子吧，一出门成双出对的，那多少人佩服啊！你们俩可别老怄气了啊！那我大舅这乐呵呵的样也不像怄气的呀。就是你们不知道，他这人就这样，只能哼，跟我别别扭扭的，只要一见着人就像个人似的这叫什么话？什么叫我一见着别人就像个人呢？我什么时候像过人呢？哎，你怎么能看出来我像个人？哎呀，我从来我都不……哎呀，我行了，咱们大舅，你说的不会话了，给我们笑的都老尴尬了。对，大舅那个太乱了，捋。对，都是让你舅妈给我气的。哎呀，老范呐。你是个木头人啊！快让他大舅坐，我去沏一杯茶去。对，那个舅妈，要不上我屋看看我儿子呀？对，老好看了。哎呀，我现在特别想看看，这孩子要是长得像钱顺风，那能好看到哪儿去呢？那个舅妈，在这屋，孩子，来，咱进去看孩子。我跟你说，我就是不爱听他说话。来，坐。哎，你看他有一句正经的没有？那叫什么话呀？啊，那意思长得像钱顺风，那也就不像个人了呗。哎，一听他说话我就生气。哎呀，你听他说话生气，你听不见不就完了吗？那我又不是聋子，我咋就听不见呢？他说出来我怎么能听得见呢？问题就出在这儿啊！我跟你说啊，这个两口子
夫妻之间，嗯，有四个字非常重要。哪四个字啊？难得糊涂。啥意思？有些话你必须要听清啊、哦，有些话你就得假装听不见。啊、哦，哦，原来如此啊！哎，有的听得见，有的听不见呢。我有病啊！我听见了，那就是听见了。我怎么还能听不见呢？你这人就爱抬杠。什么抬杠啊？我说的是事实啊。咱俩这么办？怎么的？为了让你心悦诚服地承认我的说法啊、哦，这样，咱俩打个赌。我这200块钱啊啊啊，先压你这儿。嗯，一会儿我就在这坐着。嗯，老米出来一看我，他肯定得说我懒，说一堆不好听的啊。我就假装听不见。我给他采取一种装聋打岔的战术，我让你看我怎么用这个战术化解矛盾。锤吧！哎呀，啊，人家说了你一通，你假装听不见，嗯，然后你就化解矛盾了。对，骗谁呢？你肯定输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愿赌服输。你输了，你可不能反悔。我要是输了，这200块钱归你。好，你要是输了呢，再给我200块钱。好嘞，啊，啊，不是不是。我把200块钱还给你。你怎么这么抠啊？你要是输了，你得交我200块钱学费。那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我不能输。哎、你看咱俩谁输谁赢？好，那咱就赌一回。看着。看着